你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你杀了我吧。杀了我吧，素素，素素，酒酒，爱卿，过来。爱卿，过去朕正值登基，女里建有叔公，况且他对朕……他受贿之物，也曾挑选精品孝敬皇上，是吗？君臣之间也当维系感情嘛。爱卿，受贿之事，不必看得太重。这毕竟不是叛乱投敌。万岁，惠风不止，朝纲不正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。我大辽上下惠风不止，早晚必亡。爱卿言过了吧。我这次算便宜了他，像女里这等贪官，杀他个千百个也不足惜。今后也希望陛下不要用此来维系君臣之间的感情。这，爱卿，不要过于激动。朕依你就是。快去看看生了没有。是。
容绪，系超前将士，备受惊吓。按我们契丹人的习俗，当任一位命硬的汉子为干爹才是。纳木叶神山上出没着一匹黑色神驹，神驹不祥，我松漠草原风不顺，雨不调，草原枯，河水干。谁人为朕巡抚着神驹？启奏皇后陛下，我松漠草原第一骑手，当属皇叔齐王殿下。皇后陛下，廉颇老矣，臣愿举荐一位异族英雄。讲。统帅御帐亲军的韩德让将军。哦，韩将军。准奏。这是天意，从今以后你就是太子的亚父。皇儿过来。快拜见亚父。亚父在上，受小儿一拜。我把他交给你，文韬武略，马上功夫。亚父，我们今天到哪儿去练？演武场。练什么？射兔。亚父，这草地怎么都枯死了？旱了，旱了。明天就要去木叶山祈雨。事可成，啊！真乃天助我也！
我混在人群中，最担心萧燕燕看出破绽，岂料他们毫无戒备，韩德让也随行离开。此番我们定能成功。好。哎，找到高巡女李了吗？他们二人各出10000精兵。何时赶到？后天。苍天哪，一切如愿哪，万事俱备。小燕燕，拿你人头来吧。王爷，燕燕是我的亲生妹妹，事成之后还望您看在妾妃的面上饶她一命。大铁胆的巴图鲁，等我杀进城去铲除叛匪，把我大辽出马。出马！高勋、于礼，速速出城，调集所有兵马，星夜兼程，速速赶回，以备同萧燕燕决战。启禀王爷，最好能派出刺客杀掉萧燕燕和昏君。他二人一死，树倒猢狲散，他们的人马自然土崩瓦解，王爷必胜无疑。有理有理，只是这刺客必须武艺高强，而且要胆大心细。皇叔，我府护卫兀达乃一乌吕山玉虚关门下，他的武艺超群，可当此任。好，请两位将军与兀达持此腰牌连夜出城，事成之后当不吝封侯之赏。万岁，皇后，宋王驾到，有紧急军机禀报，请到大帐。万岁，太子旗鼓神气，金鱼符聚落在齐王手中。万岁，旗鼓神气，金鱼符在谁的手中，谁就可以号令天下呀。万岁。什么？你们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太医，太医！万岁，万岁！陛下，皇后陛下，形势严重，是否先发兵征剿女里、高巡？对，先下手为强。众卿不必大惊小怪，更无需惊慌失措。齐王此举乃自投罗网。萧大林。臣在。
一律学真。臣在。齐王谋反，你李高勋参与，他们已去本部署调动兵马，你二人分头飞马传我口谕，令他们立即领兵秦王平叛，务必要赶在他们到达上京之前，否则他们一旦与齐王会合，就难以挽回了。末将遵命。皇叔，高勋女里及时赶到。好啊，走。皇叔，你看，不对呀。莫非宋王派的刺客失败了？失败倒好。哎，宋王呢？快传宋王，快传宋王。是。宋王飞到。皇叔。宋王何在？他化妆出城，他去啊？准备攻城！出攻！罪臣叩拜皇后陛下。除去镣铐穆枷，赐座上茶。请用。换大碗。谢皇后陛下。叔父大人，自我为皇后以来，曾多次忍让于你，且将大国仪许你为妃，意在修好，同心契丹，共建大辽。你为何要三番五次挑唆族属兄弟叛乱呢？难道我有不利于大辽，有损于契丹的举动吗？我看你有至高无上的尊荣，所以才有非分之举。不过你才智过人，不可轻取。说下去。然而那些王职都是平庸之辈，且貌合神离，都各怀鬼胎。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？臣愿聆听。他们说叔父大人
有勇无谋，心黑手狠，握有重兵。谋大事还要用一用。事成之后必须除掉。叔父大人罪当处死，天理不容，朕不敢赦。如您有什么治国良言，请全部讲出。皇后陛下，我死在你手里感到荣耀，我死后愿族属之间和睦相处，兴我大辽。诸王侯尚有荆王、宋王，荆王不说，宋王其人诡计多端，见风使舵，凡心不死。皇后虽然把二国姨许他为妃，但还望陛下多多防范。不说了，请皇后赐酒吧。赐酒。我要见大国姨一面。传齐王妃。素素，皇后陛下，我先喝这个。啊，我在那边等你。
皇后陛下，陛下，万岁，万岁！龙体什么？龙体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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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医，圣上龙体到底如何？臣不敢言。圣体乃关于国家大计，万望守口如瓶。臣明白。韩将军何时能到？于下朝四日，从驴集河到上京飞马今日可到。嗯。王妃，请用饭吧。敢跑来见我，你的行为就好像一头母狼，饥不择食。你以为你是皇后，就认为谁都怕你吗？我像母狼，你像什么？我如花似玉的身子，你把我许给……我就不知道女人是个什么滋味。姐姐，我们都很命苦。当今圣上身患有疾，虽能生儿育女，但也形同寡居。我怎么能跟你比？你是皇后，你喜欢谁就跟谁，谁敢说什么？我把阿波放了，让他远走高飞。然后，王公贵戚，你看上谁，我就给你找谁。不，我要嫁给他。随便你把我们发配到哪儿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怎么能发配呢？姐姐，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吧。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不杀他，我发给他腰牌，让他赶快离开。三妹，我求你，别把我们分开。不，
叔叔！把他们葬在一处。遵旨。传宋王妃前来觐见。遵旨。二姐，我把你许给宋王，你不怨恨我吧？皇后，奴婢不敢。哎，萧家只剩下你我姐妹，在此不必拘礼，就叫我燕燕，岂不更为亲切？燕燕，啊，快告诉我。是的，开始我有点怨你，不给我找个汉人。后来，宋王他对我体贴入微，关怀备至，我们夫妻十分恩爱，我想也不比汉人相差几分。汉人也不见得都是好的，比如他们的三从四德、夫唱妇随之习俗就有很多的弊病。夫唱妇随，唱得对的就随，唱得不对的就不随。老祖母说过，我们契丹人原本就是女人掌管天下，只要是对的，妇唱夫随又有何不可呢？我是说，你要管住你丈夫，不一定什么事都依着他。上次叛乱他陷得很深，但拔得很快，齐王说他是见风使舵。见风使舵倒没有什么不好，总比齐王撞得头破血流要强，可最好不要陷进去。我很不希望族属之间、姐妹之间再拔刀相向，血流成河呀。爱卿，爱卿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与皇儿母寡子幼，万岁百年之后当选得力大臣，托付后世。爱卿看哪位大臣可信赖？耶律斜真和韩德让。耶律斜真可以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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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何事？万岁，皇后，宋王等人获悉圣体违和，意欲谋反，确有此事。宋王夜到臣下府中，须与高官厚禄拉臣入伙，臣用缓兵之计稳住了他，便火速来报。我俩宋王眼下还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韩德让握有重兵，妾已奉命班师返回上京。韩德让确实举足轻重，爱卿何意？皇后陛下，韩德让何在？他说病体难以复工，请皇后陛下恩准见谅。韩德让，你好大胆，居功自傲，恩准见谅，
三请不来，我砍他的脑袋。皇后陛下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臣有一事思之再三，感到不能不奏。有人不叫你说吗？臣手下人发现宋王今夜先到韩将军府中。手下人说他们密谈大约三更后，韩大人才亲亲热热地将宋王送出了府门。果有此事？将军，有一宫内卫士求见，声称有机密事。传他来见。是，请。韩将军，一向身体可好？找我所谓何事？韩将军真的不认识我了？似曾相识，请告知尊姓大名。韩将军，请仔细看看。不知皇后驾到，臣罪该万死。意思足矣，谈何万死？韩将军，请起来吧。你旅途劳顿，休息可好？臣不敢抱怨。皇后，请上座。在下承受不起呀。皇后何出此言？君臣名分早定，臣从无犯上之念。可是你有夺位之意。哦，此事从何讲起？你不是要报夺妻之恨吗？皇后果然耳目众多，既知此言，您只身前来，不怕我会铤而走险吗？我料定绝对安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萧燕燕。我看不见得。皇后请看，这是今天下午在宋王府签订的血盟誓书。誓书？皇后有何感想？一份难得的罪证。皇后不怕我下毒手吗？好了好了，别兜圈子了。我问你，为何对上给人以假象？唯其如此，才能稳住宋王等不致铤而走险，签了誓书才能铁证如山，拖住他们，我才可以从容准备在他的队伍中安插我的人马。现在可以摊牌了。宋王喜隐反心不死，不思悔改，着即处死。带下去。王爷，你们放开我。王爷，爱妃，爱妃，爱妃，苍天哪！我等了你很久很久。皇后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燕燕。燕燕，不曾许嫁于你，亦曾委身
从今以后，愿携旧好，长相聚首。好吧。燕燕，幼主当国，你可要好好辅佐他呀，他也是你的儿子。